要不是你，我早就可以回家了。外婆也不会丢，给我滚！我来帮你找外婆。想要救你外婆，你就得听我的。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得干什么。 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这两个十块钱三斤。你开回这儿干嘛？外婆早就不在这儿了。下车。 这宝田的啊！你外婆就是被他赶走的吗？什么叫被赶走啊？这是我的家，我说让谁住谁才能住。 这是那个女人的记忆。哎呀，臭丫头，攒了这么多垃圾！哎呀，早该给你扔了我。哎，那仓库也得收拾。 哎呀，这老太婆真是个累赘呀！这店面要是盘不出去，咱可一分钱都拿不着了。老太婆，别在那占着地方，快过来！
上辈子我欠你们全家的，我是。外婆，甜甜呢？我要甜甜。这都是记忆，不是真的。甜甜，我哪知道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两天呀，你们必须得搬走，不然看房子的人看到这家里还有一个疯老太婆，她谁买我的房子呀？我要甜甜。你跟我要什么甜甜呀？你自个儿去找啊！去去去，大门口去自个儿去找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！哎哎，你干嘛？ 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到门口，到门口等着就行了。我都说过了，这都是记忆，不是真的。我还是没明白。那些行李你还要吗？啊？把那些东西寄到这个地址。还有，你以后和这个女孩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要为你粗暴的行为向她道歉。 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对不起，走。都是我的错。都是我错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刚刚看到外婆往哪边走了吗？ 好像是那边。我刚刚问过了，他没看到。人类的大脑很神奇，很多事情都存在于他的记忆里，只是他没有注意到罢了。甜甜，甜甜，你在哪儿啊？看到外婆了。甜甜。 都看清楚了吧？走。看什么呢？哎，老大，那不是我们嫂子家侄女吗？大哥，这男的看挺有钱的。谁呀？啊？这不是车里呢？ 你们看见我甜甜了吗？没有。你们看见我甜甜了吗？没看见。你们看见我甜甜了吗？没看到。没有。你看见我甜甜了吗？没有。你们看见了吗？我甜甜。你们看见我甜甜了吗？没有。你们看见我甜甜了吗？ 甜甜了吗？哎，你看见我甜甜了吗？吓我一跳！看见我甜甜了吗？这老太婆，走开，走开！哎，外婆，哎，都给我作证啊！这老太太自己撞上来碰瓷儿的。人都这样了，能不能先叫救护车啊你？外婆。 我外婆呢？这是白天发生的事儿。你外婆现在应该在医院里。
对不起，外婆，是我没照顾好你。谁是六号病床家属？啊，哦，我麻烦出来一下。哦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手术都做完了。我才知道我外婆的。啊，行了，先把费用交一下吧。 手术费和住院费得一块儿交。我现在没钱。我来付。给别人换一个病房，要你们这最好的，钱不是问题。好的，乐子，等一下，我不要你的钱。 你自己没钱又不要我的钱，你外婆现在年纪这么大了还受了伤，如果不交钱的话，医院就不会收，难道你不怕出什么问题吗？走，带我去交钱。哎，好嘞。 两位借一步说话。啊，病人的情况很稳定，主要是麻醉期还没有过。你们不用担心，这是 VIP 病房，24小时都有护士进行专人护理，不会有事的。谢谢，麻烦您了。谢谢，辛苦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 那个，我以后有钱了，一定会把钱还你的。你放心，我坚决绝对不是演吴昕的人。我不用你还钱。哦，我都忘了，你是从漫画里穿越出来的，肯定也不在乎钱。那个，星海零零二，我现在还是没搞明白，你是怎么穿越出来的？ 这样，你先跟我回去。你不是一直想问我到底是谁，我从哪儿来，我到底想做什么吗？只要你跟我回去，这些东西我都跟你解释清楚。之前的事情，我想你道歉。你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你了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不信我也无所谓。据我所知，你现在应该无处可去了。 除了跟我走，你还能到哪儿去？我可以去找白森森啊，他有地方让我住。你应该已经见识过我的能力了。你认为你还有选择的权利吗？还有，以后不要再叫我星海零零二，这样会暴露我的身份。我在地球上的名字叫安百叶。 不想去，我不想去，我想去。
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哎，把那俩累赘轰走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得赶紧把这行李给他寄过去呢。你管这干嘛呀？他们不来拿，你给扔垃圾堆去。哎，不行的。为什么不行？哟，你不知道啊，那个小丫头片子还长能耐了，她跟着一个男的过来的，像是富二代，财大气粗的样子。这次是不是还想让我把你扛出来？这倒换，够了。 闭上！为什么要闭？嘘，别闹。咦，这个动作好油腻，不行，自己不能嫌弃自己画的人物。三。 二，一。 又是这里。这是量子海。我知道啊，我。
我梦到过这，我还画了漫画里了。这不是你的梦。亮子海是由死去的星海蔷薇人的记忆所汇集而成的数据库，只有佩戴着水晶原石的星海蔷薇人才能进入。哎，你脱衣服干嘛？我也有一枚水晶原石，我这一颗原石主导意念，我能控制所有人，除了你。 如果你佩戴的只是一枚普通的项链的话，那你不可能不受我意念的影响，更不可能像一个星海蔷薇人一样进入量子海。这一切你都看到了，不是什么漫画，也不是你的梦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不，是你的理解有问题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这是女娲，女娲你懂吗？女娲用黄土造人，而我用毛笔造了你。 什么星海蔷薇，什么预言之石，什么量子海，那都是我造出来的。天姐，我在12年前就已经来到地球了。12年前你还是个孩子，根本就没有画出星海蔷薇。那么请问，为什么在漫画画出来之前我就存在了呢？你说你在地球上待了12年，你就待了12年？你那些记忆都是假的，说不定你是昨天才冒出来的呢。既然你不是我漫画里的人物，那为什么？ 你会长得跟我男主角一模一样？我想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胸前那颗项链，预言之石有特殊的能力，而你从小到大都佩戴着它，在潜移默化之中已经受到了它的影响。它将一部分星海蔷薇人的记忆分享给了你，而你又把这些记忆当成了画漫画的灵感，还画了出来，这才是真相。不对啊，怎么可能呢？我这条项链是我爸的遗物。 是因为我在画漫画的时候把预言之石画成了我项链的样子，是因为我是这样画的，所以你才会一直认为它是预言之石。我再次重复一遍，是因为你先戴上了预言之石，有了星海蔷薇的记忆，才有了漫画。星海蔷薇是真的，我也是真的，预言之石也一样，它才是一切的起源。算了算了，随便你吧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对，你要当它是预言之石，那它就是预言之石吧。然后呢，你想怎么样？ 我要把它和你带回星海蔷薇。你说啥？我说我要把预言之石和你带回星海蔷薇。好了，你也都听清楚了，从今以后你就住在我家里，铺床吧。我为什么要住在这儿？还有。 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要把我带到星海蔷薇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来到地球的任务就是寻找预言之石和星海良药酒。虽然星海良药酒没有找到，但是预言之石就在你的身上。你要知道，水晶原石一旦和宿主绑定之后，除非宿主死去，否则无法摘下。我想预言之石也是一样的。你还记得在漫展中心我碰到你的项链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吗？这是预言之石在保护你，所以我摘不下来。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，就乖乖待在我家，然后跟我回到星海蔷薇。所以，你在医院里是故意的，故意骗我跟你回来。可以这么说。你疯了！ 随便你怎么想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这么着急把你带回星海蔷薇。我还要找到星海灵药酒，不过在这之前，你要乖乖待在我家里，寸步不许离开，明白吗？不要再挣扎了，铺床。 你该不会是想跟我一起？误会。嗯，那你把沙发搬出去，我才不要跟你一个房间。误会。我睡床，你睡沙发。你绑架我还不够，还让我睡沙发？不想睡沙发也可以，地板上地方很宽敞，你可以躺在地板。沙发、地板都不可以，滚！
没办法，那你只能委屈一下了。楼下有一个十三幺的鸟窝，你可以跟他挤一挤。哦，不对，你的体积太大，应该挤不下。在我回来之前，你要把这一切都恢复如初，不然的话，活活烤死。 收拾好的话，我就活活烤死了。不好了，被子还是皱的。 喜欢这首歌吗？ 我，田爵，一个无辜的少女漫画家，在过去的24个小时里，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噩梦。 闭嘴！闭嘴！睡觉！睡觉！睡觉！喂，这又是什么鬼？为什么我一直能听见你的声音？
红烧牛肉味的泡面，几勺老干妈。这是什么？好吃的豇豆。各位老铁们，是不是还想看我吃韩国泡菜味的呀？可是今天森森的胃实在是容不下了，要不然等森森明天运动一下，继续为大家吃泡面，好不好呀？喂，白森森，你告诉我，你那天为什么挂我电话？哦，上次啊，啊，掉线了。你还想不想干了？啊，你今天妆也不化，美颜也不开，你在家直播是不是吃泡面？你是魔鬼吗？烦死了。明天有空吗？你叹什么气啊？你的早餐。喂，你现在是在绑架我？麻烦你认真一点行吗？第一，我没有绑架你；第二，我很认真。你的体脂率已经严重超标，需要严格控制饮食的摄入。这些植物都是经过严格计算的，可以完全保证你的生存需要。你是预言之石的持有者，我必须保证你的健康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每天吃什么，吃多少，都必须由我来决定。我是卖给你了吗？没错，别忘了，你外婆现在还住在医院的 VIP 病房里，手术费、住院费都是我出的。我在你们地球也生存了十几年了，我了解你们的法律。在你们的法律里，是不是有这么一条：欠债还钱？你拿了我的钱，却没有东西可以抵债，那就只能乖乖听我的。看，这是什么？合同。什么合同？还款协议书。乙方田爵因欠甲方安百叶现金100,000元，现寄住于甲方家中，并承诺未来会跟随甲方前往新海蔷薇，以进行科学研究，偿还贷款。在此期间，乙方需遵守以下准则：一、未经甲方允许，不得擅自离开甲方家中；二、未经甲方允许，不得擅自使用通讯设备与其他人进行联络；三、未经甲方允许，不得擅自泄露甲方的身份以及新海蔷薇的相关信息。搞什么？你这是监禁，是犯法的。签了合同就是合法的了。我凭什么签？你欠我钱啊，欠我10万块钱。继续念，最重要的是下面两条：四、未经甲方允许，乙方不得有任何心理活动；五、未经甲方允许，乙方不得做梦；乙方若在此期间违反以上条款，每违反一次，债务翻倍一次。什么叫不能做梦，不能有任何心理活动啊？就是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准瞎想。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呢，就能学习一下怎么才能做到心无杂念、心无旁骛。哎，不是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就算缓，
那也只出卖体力啊，我从来没见过还要把脑细胞也卖了的。做不到，那就扣钱。人只要活着，怎么可能什么都不想？我说过不准瞎想。他为什么总能听见我的想法？这是读心术吗？现在欠20万了。难道我真的是神笔马绝，画出来男主角还能自己进化？嗯。完了完了，不能想，什么都不能想。但怎么可能不想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我可以数羊，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。六，不许数羊。心的脚印。